那你要喝哪一个？喝葡萄。葡萄是二十，你知道吗？那二十要按哪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三。那阿藏等一下教你按哪一个，你就按哪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现在要干嘛？打头前。打头。好，来站在这边，阿藏帮你。嗯。按什么？按上。这个二，对，按，再按一个圈圈，圈圈，圈圈，啊，按错了啦，按错了，我们不是要按按订正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好，我们重来，按一个二，按一个那个圈圈，红色旁边的那个，好，再按蓝色的，我们太久了啦，它又吐出来了。重来一次，好，按一个二，按一个圈圈，那个圈圈红色的旁边的，干嘛？对，好，蓝色的，那个蓝色的，干嘛？不对，下下下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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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看，你看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葡萄出来了，葡萄下去了，要进去拿，在里面，好了哈，那走。我们坐这边。